首先我们在正式上课之前，先说一下学习方法啊，我们怎么复习？给大家提一点建议，就是按时上课，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你如果能时间允许的话，你就一定要跟着来上这个直播的课，这样的话对你自己也是一个跟大家一起有一点激励的作用嘛，是吧？然后呢，你自己，安排时间去看录播的话，你这自制力如果不行的话，你到考试之前都看不完视频的啊。有很多同学是这种情况，都考试了还告诉我有几章还没看呢，那你肯定是考不过去的，对吧？能来的一定跟着上直播啊。然后这个课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反复的去听课啊，你就听一遍，听懂了就得了。听的时候就认真听，你别想说哎，反正还有录播，我这瞎凑合瞎。跟着过一遍，然后回去我再仔细听去，你就不要这样想，你永远也不会再听第二遍的啊。或者是你有的同学，喜欢听课的同学啊，可能反复的老听吧，课程听了两遍三遍。你知道为什么你喜欢听课？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学习方式，这是被动的学习方式，听别人说什么你就接受什么，自己不动脑，这是最省事儿的啊。所以你喜欢听课，但是这种学习效率是最差的。你听上了这个直播的课，我讲什么你跟着我的思路走，然后呢，你要回去自己思考一下，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思考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效率也是最高的。这个过程一定要有啊，所以不用反复的去听课，那没啥意义。你要自己看书，去回忆，去想，去思考。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点要求啊，一定要跟着上课。上不了课，实在上不了的，你给你自己设一个，给你自己一个小的这个要求，每周把这一周上过的课啊，就一周之内必须给他学完啊。然后除了上课之外，对大家的要求就是复习啊，不要求预习啊。预习其实你就是跟着我的视频把书给画一下，我会提前给你发。我们在网上已经有预习的视频了嘛，是吧？就是讲得非常的快啊，基本上没不展开讲的，就是把书给过一遍，然后你跟着画上。后面还有五六七三章，我没有录那种预习课啊，但是我会给你录一个画过书的视频，你就跟着那个上课之前把书先画好了。然后来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直接听课就行了，省得你也跟不上，对吧？先画的时候是跟不上的嘛，就这个是算是预习吧，就自己看书的那种啊，不要求大家去看，自己看书预习啊。我们书上写的很乱，然后有些东西其实没用的东西啊，写很多长篇大论的去写，你自己看浪费时间。然后复习是一定要复习的。我们上完课，今天回去了啊！你自己安排时间，这一周之内啊，在下次上课之前，把这次讲的课一定要看一遍，只看我给你画的重点就行。然后我讲过什么了，你自己回忆能回忆起来啊，能看得懂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做题啊，现在我们的那个 online learning 里边好像还没有习题呢，是吧？它不是一次性全传上来的啊，你要随时关注一下，它会断断续续的往上去传。你看到有习题了，就赶紧去做。然后有问题的可以随时问我。我上学其实每一章每一个 module 它都有一个 quiz 啊，一个小的测验，大概有就10来道题吧。好像还有两个，那个一定要做啊，在我们上完课有了你就赶紧去做。然后下次我们不是基础班是4个小时对吧？然后有1个小时是答疑，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那一个小时里边就随时就问了，就解决了。这是关于学习的情况啊，这样给大家说，反正就是上课复习，然后呢做题就是至少得做到3遍以上啊，官方的题一定是要做得非常的熟练，每一个题拿出来前因后果，对为什么对了，错为什么错，你都得知道啊，这样的话你考试的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顺手啊，题一定要做。其他的就没有其他的要求，说你把书从头到尾一个字不落看几遍，不要求啊，要求你不要看。
不要自己把那个书，有的老师好像建议大家把那书一字不落的要看啊。其实我们书里边有2/3都是没用的，那就瞎写，反正就，然后还有就是关于 index，我也想说一下，因为有的同学这一开始还没上课呢，就开始找我要 index 了。首先这 index。你平时看书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你用的是教材，你这教材是最熟悉的，哪部分知识点在哪儿，你大概心里边都是有谱的啊。你要等到考试之前再给你一个全新的 index，有的人做得很细的，会做到好几十页，那没有啥意义啊，你找也找不着。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给大家每次上课都会发 notes，那个 notes 就是我把重要的知识点尽量的整理到一起了啊，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也尽量都表示出来了。那就相当于是一个框架，然后还有细节，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页码标上，就当做你的 index 就可以了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推荐大家自己做 index，就你平时学习啊、复习啊，拿张纸放到书里边，有问题的话就记下来啊，有问题就记下来，哪块你不会的你就都知道了，对吧？考试之前整理一下，哪个还不会，那你就留着啊，会的你就不用再往上放了。啊，有的大家觉得越全面越好啊，不管会的不放，不会的全都放到一起啊，你那做那么细等于没有一样啊。还有就是我们考学习的时候啊，你不要认为是开卷考试，有个知识点觉得哎呀挺难的，不会不看了，反正开卷啊，考试遇到了再找去吧。你考试的时候你是没时间找的，即使你找到了，你想想你平时复习的时候你都没懂，难道你考试的时候现学吗？对吧？这不现实啊！有很多同学是因为是考试，觉得哎，时间好紧张，做一道题就要去翻书，做一道题就要去翻书，那当然紧张了。学习的时候就当做是闭卷考试来学啊，考试的时候呢，拿着书本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安慰，真正能去翻的时候不多啊。就关于学习，关于考试，就先说这么多吧。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问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考试题型啊，我们一共是这个60分儿啊，这就卷面上啊，一共有60个空，60个问题要你回答，其中有42个是选择题，我们没有多选这门课啊。然后呢，这个 case study 是18分，可能有2、3道题啊，然后有几个空，就基本上是一个空，你回答一个问题基本上是1分。这样就是18个小问题，我们在习题班的时候会给大家讲啊，这种题该怎么答，是什么样的，在这儿你就大概有个印象就行了啊。我们的这个考试的题型是有这两种的，然后我们教材大概看一下哪张重要，哪张不重要啊，心里有点谱就行了。一共有7章的内容，是吧？那么重要的知识点都集中在了第4章和第5章，尤其是第5章，第5章 business combination 啊，以及合并报表 group accounting 是重点也是难点啊，分值占的很多，学起来也不容易啊，所以这章一定要重视，我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讲。然后 income tax 这一章呢，有很多同学觉得这章难啊，其实也不难。道理就是一个道理，两句话记住了就行了。但是他就比来比去的，就会觉思路上就会有点乱啊。一会儿这个多，这个比那个多，那个比这个多。一会儿又是 asset，一会儿 liability。只要你思路清晰，能够比明白了就行啊。逻辑上、理论上没什么难的。然后这一章的考试，你看它占18%的分值，对吧？但是这个考试它这一章的知识啊，它是结合其他章去考啊，它自己本身是没办法考的。Income tax 嘛，你必须得依存于其他的业务，它才会涉及。比如说我们的 business combination 当中，啊，你有一项资产，买了一项资产进来，那这项资产的所得税影响是什么，对吧？那就涉及所得税的影响，就涉及到第4章了。啊，我们考试的时候，如果想简化这个题的话啊，它会让你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那就不考，没考第4章啊。它要如果想考你，想加大难度的话，就让你考虑所得税的影响，我会听，那那大就家是就要涉及到第4章。能力差。这2章是难点，也是重点，其他的就都比较简单啊。第一章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要结束第一章啊。今天就是一些财务的基本的概念啊，我们基本准则里边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最后一部分是挑出来了几个准则作为例子来讲的。然后第二章就是财务报表啊，这几张财务报表，我想大家都应该熟悉吧。即使你没有真正的编啊，没有真正的编过
大概长什么样你应该都知道吧？有什么项目你应该都知道吧？这个是很基础的，对吧？在我们的 online learning 里边，现在已经有了对几张报表基础知识的一个介绍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把那个练习做一下啊，在我们下周上课之前啊给做完。然后第三章是关于我们的收入确认的问题啊，以及 liability 啊，会有负债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新准则啊，算是新的，也不新了，好几年了。跟原来的收入准则比的话，是会更复杂一些啊，因为我们以前不同的业务是有不同的准则的对应的，现在呢都没有了，就是用一个收入准则确认所有的业务，那它就会说很，一句话会包括很多内容，所以你读起来会很抽象。不过没关系，大部分我们都用不上啊。第三章内容不多，也比较简单。然后就是第六章啊，第六章 financial instruments 我们接触的不多，我们接触的不多，所以你就会觉得难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这个就是处理方法就都是一样的啊。首先分类啊，我们的 financial instruments 分成几类啊。Asset 主要是说 Asset 啊，我们的 Asset 就分成三类，三类该怎么处理，给你规定好了，反正就是这一类你就这么处理，那一类你就那么处理，就记住了就行了。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倒是啊，然后 Impairment 呢也，我都说简单，你们肯定觉得我说的是假的，我在骗你们，其实真的很简单。Impairment Asset 里边对于我们在这部分讲的主要就是长期资产啊，那些 PP&E 它的减值，对于存货的减值不是我们这里边要讲的内容。那这里边的减值其实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就是关于 goodwill 啊，关于资产组的概念，资产组的减值的计算啊。除此之外，个别资产的减值那就非常简单了，找到两个数一比就得了，对吧？比较都会嘛 就是我们全书的内容，内容看着比较多啊，一共七章的内容。然后难点呢，其实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啊，主要就是第五章，第四章难道没有那么难？所以四五章学好了啊，能够决定你。基本上对你考不考过还是考不过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啊！题一定要做，一定要多做题，不能只做一遍啊，要做到非常熟练。好，看到这儿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老题。师，你刚刚说的那个网上有那个题目，你说的是 Easy Accounting 的网上还是不 CPA 是的不网是上？，CPA 的官网上。哦，好，CPA 官网上是吧？对，你好，们要随时的登录一下，登录你那个 online learning 那里边是有材料，它陆陆续续的往上放东西，你要随时好，去明看白一下，关注一下，啊，里边，OK。有题，一定要把那里边的题都给做了。好，那我们就来看 module one 啊，今天我们要结束 module one 啊，我们基础班的时间是4个小时，然后1个小时答疑，但第一次课嘛，也没有什么问题，肯定啊，我们就是花时间把这个第一章讲完。我觉得可能会用上那1个小时。第一章，Role and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啊，我们这门课 Financial Reporting，好吧，这有6个问题啊，我们没有分 Part A、Part B，有的章节是这么分的，有的没有啊。在这里边，这一个 module 里边，我们是涉及到6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什么是 financial reporting 了，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个简单的印象吧？我们 financial reporting 是干嘛的？简单一句话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呀？报表了。啊？有人说了，我没听见，大点声。是干嘛的？提供财务信息。提供财务信息啊，我们就是提供为决策提供信息的啊。那 financial reporting 是给谁决策提供信息的？你的服务对象是谁呀？User。你们公司的 CEO 吗？Owner。Owner、shareholder，对不对？外部的报表使用者啊，是给外部报表使用者提供信息的啊，帮助他们进行决策的，这就是我们的角色。这句话记住了，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太重要的内容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基本准则啊，叫 conceptual framework 啊，这就是基本准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学过中国的准则啊？我们同学里边有好多是什么港澳台的同学啊，可能也对中国大陆的准则可能不熟悉。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你们是不是也？
也叫基本准则。你们翻译过来，台湾 用什么？台湾是用国际准则吗？还是有你们自己的准则？不太知道。香港是用 IFRS 是吧？跟我们澳洲是一样。Conceptual framework 就是我们基本准则的内容啊。基本准则里边我们挑出来一些讲了，第三点就是这个财务信息的质量要求啊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 of useful financial information。我们的财务信息要有用，要有用的话就要具备一些特点，哪些特点？这些要求是我们要做到的，你的信息才有用。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这个 elements 啊，我们的 financial statements 有几个要素啊，大家知道吗？资产负债啊，我们说英文吧 ，asset liability equity， 还有什么呀 ？expense revenue。revenue expense 啊，我们叫 income expense 啊。第五个呢 ，measurement of the elements 啊，我们刚刚说了五个 elements 是吧？这五个 elements 怎么计价呀？我们财务都要跟数字打关系，跟数字有关系，对不对？跟钱有关系啊。那我们要记账，你就得知道它值多少钱，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确定它值多少钱呢？那我们在这儿讲 measurement 啊，不同的 elements 我们有哪些 measurement 的方法、啊、然后第六个呢，就是我们的例子啊，会对第五点的一些例子，就是具体准则的内容 application 啊，拿出来几个准则啊，当做例子来讲一下。那我们在这儿啊，不能仅仅当例子来看啊，有的时候它也是当做具体准则来考啊，所以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是要讲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六方面的内容。好，那我们该画的书啊，画一下。现在没有书的同学等回去再画啊，跟不上的同学也是可以回去，就是我给你到时候把链接发到那个群里啊，就跟着那个预习课把这个书画一下就可以了。 1.1 我们的 role and importance 啊，它重要是吧，那角色什么样的角色呀，我们这个 FR 啊，第一行是一个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tool， 我们是一个工具啊，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谁跟谁沟通呢？是我们的 management team 和 external 的 shareholder 进行沟通的工具啊。管理层 management team 都包括谁呀、啊、比如说我们的 CEO 啊，我们的 CFO 啊，我们的 board of director 有的时候啊，那么这些都属于我们的管理层，他是对公司的经营负责的，对不对？今年公司赚了多少钱是他赚来的，是我们的 management team 赚来的啊。说我今年赚了1000万的利润，那你得向所有者报告，也像就是向我们的 shareholder 报告是吧，说我今天给你赚了1000万啊，那人家得看一下你赚的这1000万都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那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financial reporting 啊。那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 financial reporting 相对于 financial reporting 来讲啊，把 management team 也叫 preparer， 他是编制财务报告的，对财务报告负责的那个人啊，那一波人啊 ，management team 对财务报告负责。财务报告是你编的，是我们财务编的啊，但最终负责的不是你啊，你是代表代替 management team 来编的啊，是他对我们财务报告负最终的责任。那么他拿着我们的报告去跟，主要就是 shareholder 啊，我们这说的是比较宽泛的，就是 external 的 stakeholder 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就是他的角色啊，是一个工具啊，沟通的工具。 1.1.1 是加个提号，然后我们往下看啊， the rol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具体的，刚刚我们说了是一个沟通的工具是吧，那我拿它干什么去呢？我们的这个 financial reporting 啊，用作decision making 啊，做 decision making 给谁呢？给我们的 primary user。 我们这说了是和 external stakeholder 沟通的对吧，那我们的 external stakeholder 有很多啊，可能你如果买股票，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的话啊，市场上的投资人，潜在的投资人啊，证监会，我们的这个澳洲叫 ASX 对不对，他都要看你的财务报表对吧啊，看我们的财务报告，我们的政府要看财务报告，那我们就编一份报表啊，对不对？我们财务
到年底了啊，一年过完了，我们就出一份财务报告，是不是啊？我们不是针对所有的人，不同的人给他出不同的报告，对吧？那我们编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谁的需求啊？这么多的 user 啊，谁重要谁不重要啊？那我们要满足的是 primary user 啊，首先满足的是 primary user。对他们决策有用的信息，我们就要在我们的报告上反映啊。至于其他人，那些不重要的人，那你就沾点光啊，拿我给他的报告你去看一下就行了，我们不单独给你提供了啊。这就是我们 financial reporting 啊，我们只关心的是 primary user， 并不是所有的 user 啊。然后用做报告干什么？做 decision making。再往下翻啊，下一页。那么 primary user 都有谁呀？刚刚我们说了 primary user， 那都有谁呢？在这儿该记得记一下啊，该记得画，该画的画一下。我们有 existing 的和 potential 的 investor 啊，那也就是你的 shareholder 了，是吧？ existing 的 investor 那买了你的股票，那就是你的投资人，是你的股东嘛，对吧？是我们的 shareholder 啊，或者是潜在的 investor。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借我们钱的那些 lender 以及 other creditors 啊，比如说银行借了你1000万，那他是你的 lender， 他肯定要看你的报表的，对不对？而且他是 primary user 啊，人家拿了那么多钱真金白银的给你了啊，那你得你对人家不重视不行，是不是 啊连报表你都不给人家看，那让你提前还款了就。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的 supplier 啊，我们的 supplier 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purchase on credit 啊，那么会有一些应付，是吧？那我们这些 supplier 其实他给我们信用额度的时候就要做看我们的报表，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啊在企业里边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经验啊，你们的 supplier 在跟你交易之前是不是要先看看你的报表，让你填一些你的财务信息啊？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般都会这样的啊，把你的财务状况反映一下，然后他才会根据这个状况去给你一个信用额度啊。这些画一下，我们的 primary user 有两类，一个是权益性的投资人啊，还有就是借钱给我们的那些 lender 和其他的 creditor。具体的说就是 shareholder 银行以及 supplier。 然后第二个小点importa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啊，说我们的这个报告很重要，怎么个重要法啊？这个图我们就不用看了，是吧？有 shareholder supplier bank， 甚至我们的 credit 这个 competitor 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要看啊，你也想看你的竞争对手的财务报告，但很多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对吧？他赚多少钱他不想告诉你。好information needs， 那我们这些 primary user 他需要哪些信息啊？我们是要满足人家需求的呀，对不对？那人家需求是什么我们得知道啊，然后我们才提供相应的信息啊，对吧？那么在这一段我们来看啊，他的这个 needs information needs 都有什么。中间这一段倒数第三行画一下 entities required to prepare 引上 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reports general purpose 的通用的啊 specifically to assist their primary user in their decision making 啊，我们就编一套标准的报表，主要是为了我们的 primary user 做 decision making 用的，其他的那些人你也关心我的报表，是吧？你关心我的财务信息啊，我的竞争对手关心，我的 customer 关心啊，政府关心，监管机构关心，是吧？但我不单独给你提供报告，我就提供这一份标准的，我主要是为了满足 primary user 的。那至于这里边的信息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啊，这就是我们 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大家都按照一套标准来编，在我们澳洲就是 IFRS， 是吧？然后往下看啊，跳过两段之后。我们说了是提供，这是要求啊，我们
公司提供的这个是 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啊，规定了是什么你就提供什么就行了，这都标准化的。但是下边看啊，我们的这个标准是要站在什么角度啊？是要 meet the needs of maximum number of primary user。我们刚才看到了 primary user，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有两大类，是不是啊？那我们不同的，即使是 primary user， 他们的信息需求也有可能是不同，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是尽量满足更多的 primary user 啊，但绝对不可能是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一点是要明确的啊。即使你完全站在 primary user 的角度去考虑，我们也没办法满足所有的，就一份报告啊，一个标准的报告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那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我们尽量去满足，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满足。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下一句后半句话上 does not prevent an entity from provid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啊，我们这儿有标准 general purpose 的financial reports 该提供哪些信息啊，我们有标准，但是你在这标准之外，你愿意提供额外的信息可以，我们不限制啊，不禁止啊，你这企业说我就想多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是我们某一个报表使用者他有权利让我们给提供额外的信息，可不可以提供呢？肯定可以啊，完全可以，甚至我们是可以编制叫 speci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statement 啊，我们上面不叫 general purpose 的吗？你可以编制 special purpose 的啊，比如说你的某一个投资人他想让你用收付实现制给他编份报表啊，或者是把我们的某一项业务刨出去，我不想看这一块业务，不关心，可不可以啊？他只要有这个权利他就可以，你就可以给他提供。他如果没权利他找你要你不给他呀，是吧？我们啊可以编制 general， 我们这个要求啊是编制 general purpose 的，但是如果有人特殊有特殊需求，我们也愿意给，也是可以提供 special purpose 的啊，或者是提供额外的信息都是允许的。好，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信息啊，我们要关注到在哪一点呢？就是中间交叉的这一部分灰色的啊，我们要落在这一块大家都同时都关心的这些信息啊，我们要提供。然后再往下翻啊，看下一个标题，我们在书上有很多的什么 question 啊 example 啊，需要看的需要做的我会告诉大家的啊，如果我没说的话你可以不看。我没说的啊，你可以看可以不看，我说了不要看的你就不要看了啊。下一个标题 1.1.3 啊，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这个简称叫啥呢？ IFRS 是吧，这是我们澳洲的准则啊，我们用国际会计准则 IFRS。 往下翻啊，直接往后翻就行了，这些都不用看，知道这个 IFRS 就行。下一个标题 Interaction， 那么谁必须提供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s 呢？所有的公司都要提供吗？只要你是个公司啊，甚至你是个 Sole Trader， 甚至你是个 Partnership， 你都要提供这样的信息吗？这谁规定呢？画上啊、who prepare 呢？ Who must prepare 呢？ Matter of governments and regulatory agency each jurisdiction。 我们执行的是国际准则，但是国际准则里并没有说谁要提供这样的报告，那至于哪些组织哪些公司要提供是当地的政府决定的啊，我们澳洲是我们澳洲政府决定的啊，国际准则里是不管的啊，这个知道一下。好，这有一句话画一下啊，这是我们澳洲的，我们澳洲的公司法 Corporations Act 啊，澳洲怎么执行的？ Requires an entity disclosing entity public company large preparatory company registered scheme prepare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提供年报，这些公司提供年报，你就理解成是我们的这些 public company 就可以了啊。
New Zealand 你愿意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我们不一起说了。然后下一个小标题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这是啥？说我们的这个 Financial Reporting 啊，我们的这个准则啊是老是在变的，我们老是有新的准则出来，对不对？不停的在改啊。我们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老做这些改变呢？有下面的这几点原因。首先，什么叫 reducing 啊 difference in reporting standards？ 不同的国家执行不同的准则，我们的这个财务报告啊，就相当于是一门语言一样啊，我们在经济社会当中沟通的一种语言了。那么大家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我们沟通起来是有障碍的，对不对？所以它在我们的这个国际准则，为了促进各个国家都接受这个 reporting standards 啊，大家都使用一种语言啊，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我们沟通的障碍啊，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接受，更多的国家来接受 efforts 啊，我们要做改变啊，要老是改我们的准则，啊，应付一些新的这个情况出现啊，新的经济业务出现，那我们也要改准则。那么有一些 medium size 的或者是 small size 的这些 entity 啊，它的业务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的准则是针对所有的公司的啊，把大公司小公司都包括进去了，所以有些条款就会非常的复杂，给这些小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成本、麻烦、困难，对吧？那么我们准则出台了仅适用于 SME 的这样的 entity 的这个准则啊，还有就是什么 catering information needs 啊 ，multiple stakeholders 啊，对于特殊的这个利益相关者，他有特殊的信息需求，那我们准则里呢也针对这些人啊做了一些规定，可以提供一些非财务信息啊，一些 non-financial 的 information 啊等等。下边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看了，这个知道一下就行了啊。我们的国际会计准则也是不停的在改的啊，在进步，在改善的啊。好了，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习题啊。好，选 B 是对的啊。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为什么不对啊？你在做练习题的时候，你也要这样看啊。不光能把对的选出来，不对的你得知道为什么不对啊。A 选项他说 ，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reports are designed to show the value。Value 就是涉及到主观的评价了，对吧？我们是客观的提供信息，你根据这个信息去做你自己的决策。至于我们的这个价值，你该怎么决策，我们不管啊，这不是我们财务的这个决策，我们的职能，我们不提供这种 value 相关的东西啊，我们只是客观的反映这个信息而已。所以 A 选项是不对的。 B 选项说的是 individual primary user have different and possibly conflict information needs， 对，没问题，对吧？我们的 primary user 是或者是什么就是 primary user 不同的 primary user 之间，他们对信息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我们的股东更关心什么呀？大家有没有想过呀，你投资一个公司的股票，你关心什么呀？你成为他的股东，我们别说投机啊，今天股票涨了涨停了，哎，赶紧就给卖了，明天跌了你再买回来，这是投机行为。我们说的是投资行为啊，你买一个公司的股票，你准备拿十年，这种情况下你关心这个公司的什么呀？你关心他哪方面呀？是不是关心他的成长性啊？他未来这个业务发展的情况会怎么样啊？对吧？那我们的债权人更关心什么呢？银行把1000万借给你了啊，一年期的。你这一年只要你不倒闭，你有现金流流进来，能够还他这一千万就可以了，对不对？如果是长期借款的话呢，啊，比如说10年期的借款，那我们也是关心你这个业务的发展情况，对不对？关心你的现金流，你能不能按时还我的利息啊？啊，虽然是10年期的借款，但是利息得按年还，对吧？那你平时能不能还我的利息？到期能不能还我的本金？这个是债权人关心的，不同的 user 他关心的点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是可能是会有冲突的，这个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是找到他们的共同关心的这些信息提供就行了啊。C 呢 ，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statements must provide all the information 啊，我们不提供所有的，不是所有的啊。我们财务审计里边都有一个概念叫 materiality， 对吧？重要性，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啊？我们的报表拿出去是帮助人家进行决策的，那影响到他决策就重要，不影响他决策就不重要啊。
D 再看 ，focusing on common information needs to prevent the reporting entity from includ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我们刚才说了，别人有需求，你也愿意提供，可以啊，没关系，我们不禁止。PPT 里边是有总结的，我先把这 PPT 给过一下，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内容啊，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的 financial reports， 对吧？它的角色是什么？是给我们的信息使用者 primary user 提供信息，帮助他们进行决策 decision making 的啊。那我们针对我们这些 primary user 提供的是 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 啊。如果有特殊的人有特殊的信息需求，我们也愿意提供，那也可以，你可以提供 special purpose 的financial report， 或者是提供额外的信息，这个我们不禁止啊。那么至于哪些人需要编制，哪些公司需要编制 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 呢？准则里没有规定，当地政府去规定啊。那我们的 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 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准则？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要建立这个 conceptual framework 来规范我们的 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report 呢？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啊，后面要涉及到的，我们的 objective 是什么啊？然后我们的准则老在改，老在变，是吧？为什么要变呢？刚刚我们提到过的有三点原因啊，其实不止三点了，三点重要一点的原因我放在这儿了啊，刚刚说过的。什么让更多的国家来接受，是吧？我们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啊，在经济环境当中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有特殊需求的，比如说我们的小公司减少他们编制报表的成本啊，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信息使用者啊，我们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做一些改变。那我们的这些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 啊，我们要提供给谁？提供给我们的 primary user， 是吧？那么 primary user 有哪些人？刚刚说过了。但是我们的这个 general purpose 的 financial report 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啊，不完美，它有一些缺陷啊，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我们后面马上就会讲到。